你有办法模仿赖世雄吗？是的，各位同学，看到我们这一级棒的感情，还是在这边再三提醒各位同学，一一一，哎哎哎，一哎 ，elephant 就是大狐狸，谢谢各位。赖世雄教你新闻英文吗？赖世雄教你，是的，新闻。在这边要教你一句 daily conversation， 就是魔鬼是藏在细节里。哎，新闻回答。是我听不懂，他不知道你新闻在那个藏细节里，他听不懂，他不知道你新闻了。你没钱了，你不会介意啦？不会介意。我永远记得美人那时候的 daily conversation 是 fantastic。Thank you, my teacher. Thank you.